们正在从海口美兰机场飞往美济礁新进机场，目前航路天气良好，目的地机场失航。从跑道的建设的平整度，以及的监控条件，以及的导航的服务设施，通过这次试飞是完完全全符合我们的运行标准的。松开吗？这我压下通，手松开。